们灵魂在出生前是有要准备什么吗？因为有些人会说流产是这个灵魂他回去拿东西了，还是忘记什么？对，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因为我只有讲到这一段时间就好像很特别。那在2023到2025年出生的小孩，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呢？这样子。要带什么来？出生之前要记得带什么来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带钱吧。没带钱来就糟糕了。要带什么来？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带来了，与生俱来的。就像我们与生俱来就会想吃想喝，然后与生俱来我们对爱情就自然会有感觉等等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自然而然的。其实我们该带来的自然而然都已经带来了。甚至我们现在谈到比较深入的，你对灵性方面的一些感觉，其实都是你与生俱来就已经带来的。所以其实你该带来的早就带来，你不该带来的你也不会带来。每个人该带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但是一件也不会少，自然而然来到这个世界它就会显化在你生活里面，所有东西你都会呈现出来，就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2023到2025是吗？出生的小孩有什么特别的？在这个时候，地球的能量场因为受到宇宙很多能量的影响，不管是太阳闪焰啊，不管是其他星系来自其他星系的能量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冲击来说，地球上的能量这段时间是暴增的。那在暴增时间出生的小孩，他与生俱来会有一个特质，他承载能量的一个量会比我们平常的人要多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能够做更大的事情，因为他的能量很饱满很多，他可以显化出更大的剧情来。如果这时候你去好好的培养他，看你要培养他做什么样哪一方面的事情，他都可以做得很大很多，对他的生命来说会成就一些比较大的事情，就是这样。